好，欢迎来到超有趣的超萌脱口秀。话说秋季是贴标的季节，在这样的季节里，团子们都积极配合，欢乐一场，一起去看看吧。奶妈给小团子们带来了美味的大竹笋，所以做团子的一定不要吝啬，一定要大大方方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对很多团子来说，贴完秋膘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的，反手继续贴。所以这样的团子一定要控制住，毕竟他们的手很快。奶妈，我的笋子呢？你差不多得了哈，不要吃了。不要吃，你给我等着。哎，我抢。贴标边检查小团子的身体，照理来说是很和谐的，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。当然，秋季的下雨天贴标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。为什么可怕呢？看看吧。